张杰、谢娜在结婚六年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生命，也引发了大半个娱乐圈的祝福。近日谢娜低调出行，作为丈夫的张杰更是贴心跟随，紧紧搂住妻子，生怕谢娜有什么闪失。怀孕期间进行休养胎教的谢娜也是保持着一颗好心情，享受生活，为生宝宝做好准备。谢娜整个人身形已明显突出许多，脸上的苹果肌也比之前大了，看来谢娜这段时间为宝宝吃了不少东西，保持良好心情。9月26日，张杰在网上公开宣布谢娜怀孕的消息，至今差不多已有两个多月时间。之后谢娜在网上更是晒出怀孕期间不少美照，孕期变化还是比较明显。10月9日，谢娜晒出一张与奚梦瑶一起玩的照片，当时的谢娜怀孕只有一个月左右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正常，苹果肌也特别小。而两个月后的谢娜苹果肌已明显大了不少，怀孕期间确实营养丰富。进入12月份，谢娜也先后晒了几张照片，身形有明显变化，脸上的苹果肌也比之前大了许多，足见谢娜怀孕期间的变化越来越明显，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心情，无疑为肚子里的宝宝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。